11月16日发行新款刮刮乐哈乐银跟十来天津，十来天津500元的刮刮乐几率比较高，比较热门，买两张中两张，但是哈乐银的几率就应该三张要中一张才对。哈乐银同一家店同一本040290，这本016杠规，哈乐银一本038跟061也杠规，再凹两张应该要中吧。刮之前先复习中奖几率吧。哈乐银彩券特色，头奖200万元，超过23万个1000元，含以上的奖项。玩法说明：任一局中刮出两个相同金额，即的该奖金不可跨局兑奖。哈乐银中奖几率33%，中奖几率分配200元一本100张中17.5张，300元一本100张中8.8张，500元一本100张中2.6张，1000元一本100张中3.7张，就是要凹中一本会有3.7张的1000元。现在这两张哈乐银048跟050，两张总要中一张吧。分上下两级来刮，选号逻辑一样是选前八码加总等于尾码。我们今天上级先来刮这一张049，哈乐银0+4+0+2+9+0+0+4等于9，选尾码049。依照往例，我们来看一下手环时间，今天是中原标准时间10月22日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开刮，边刮开左上角 You are called 位置。再来刮游戏，两个金额一样就中奖，有8次机会。第一盒没有中，继续刮。第二盒没有中，继续刮。三盒没有中，继续刮。第四盒没有中，这边刮出英文字母 T， 这样有机会200、300或1000，继续刮。很像，但不是1000。第五格没有中，继续刮。第六格没有中，继续刮。第七格还是没有中，继续刮。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我们先刮旁边的，看有没有英文字母。这边刮出英文字母 E 加上 T， 这样机会已经飞逝，继续刮。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中，果然就是杠龟，连续杠龟4张。那午后您金将虽美颂牛沟凤姑啊，因虽金将虽五告虽牛沟凤姑啊。依照往例，还是要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哟，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未中奖。10月份原本小计买18张中8张，今天再刮哈乐书已经连杠4张，累计10月份买19张中8张，买3900中2500赔1400。10月份下半哈乐银连续杠归4张，怎么可能？第二张应该要中了吧？下集分晓，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